事吧？没事。怎么这么吵？哎呀，你都快睡了足足十个时辰了，你该起来了，把药喝了吧。要是有蜜饯就好了。答应过你了，下船就给你买。我们到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也第一次来连江。我去窗边看看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？来，谁在门口？去，快去！啊，师姐，是我。我们现在到哪儿了？哦，到龙头渡了。龙头渡离永清不远了，要不我们去转转也好。九荣，跟大家说下船休息，备好一些物资。是。你吃吧，我从来不吃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。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再说了你生病刚好，吃点红糖补气又补血。你平时都这么给人吃东西吗？讲究什么讲究，